好，现在我们在荷兰馆，那这边有这个木屐供人照相。那另外呢，我找到这位志工，他告诉我们这个荷兰馆是得了金奖。那请他来看，告诉我们这个得金奖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。来，请说。那这个金奖呢，它是根据专家还有学者还有那个参观的花博的观众来分别来投票。是，那你说原来这前面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是有郁金香，这个郁金香就是我们看到的图片。对对对对，我们看到图片，那原来有这么多的郁金香。对对对，那现在因为郁金香到底是属于冬天的植物，已经谢了，那就谢了。否则的话，应该看到后面的这个像这个样子。对对对，就是这么一小块，然后觉得很漂亮。对对对，所以他得了金奖。对对。那现在呢？现在那除了这个郁金香以外，那旁边的这些这个种这些花，那这些花。是种的非常漂亮，所以在大家的评审，在专家的评审里面，它就是这个我们仅次于台湾是首奖。对，仅次于台湾，那它是第二名的。那请大家看一下它这个花，这个是他们安排的这个花的这个栽种的这个安排嘛，哈，对对对，那在大家的眼光里面，专家的眼光里面，你再照一下，就是这个部分嘛，哈，这里面还有，它里面还有，这里面是指哪里？就是那一片啊，就这片，这片，这片也是，啊，就是这两片加上那个刚刚的那个，还有哪一些？我先照一下这边，大家请看一下这边，这边是这个第二名的，得了金奖的荷兰，OK 好，然后是哪里？你要我照哪里？哦，好，七类，好，不好意思，因为我这个是好，还有这里，还有这一片是不是？还有这一片。对，这片也是，这个树是也是他们造，对，也是他们拿来安排的哦，所以这样就是我们的第二名的，好，还有这些，这个墙，这面墙，还有它的这个绿色城市的这个看板，是，好，就这样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好，请大家看一下，这是第二名啊。